欢迎收看本次的换装宠物视频。现在打开我的 BGM。这次吧，我们先看一下箱子啊。上面、正面、下面，我比较在意的是这里啊。发货的这一栏里写了"又腰刀换葬"，好了，都出来换了。我的换葬这个名字很难写吗？好了，我们来开箱吧，找个板凳啊。从下边开吧，我们这次就从这个破的地方。有个泡沫箱，好吧，我们打开泡沫箱吧。看有点凉，64公什么意思呀？6000公吗？对的，也有不少特化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一个加热包包，还有一点余温。好吧，我们把这个打开吧。先涂防逃，看啊，我在这涂防逃，小伙伴们别忘了，我这是撒了防逃的。好，我们直接拧开吧。倒出来吗？好的。好的，基本上都倒出来了。还有一点点剩余。我们来核对一下这些蚂蚁。6K。我们找一个比较多的地方看一看吗？死了多少的？这有6000吗？还有不少特化。开箱视频先放到这里吧。